成了，连阿姨们也兴奋起来了，说这小伙谁家的，长得太好看了。鹿晗开演唱会，那么多的妈妈阿姨粉，人山人海的，铺天盖地的，百思不得解，小姑娘都喜欢鹿晗也就算了，为什么阿姨们都这么喜欢鹿晗？其实这个问题太简单了，鹿晗年轻帅气，青春活力四射，又多才多艺，能歌善舞，唱跳俱佳，舞台魅力十足，谁对美的东西都没有拒绝的能力，这样的年轻人怎能不喜欢？现在有一些叛逆的男孩子很调皮，把家里搞得翻天覆地的，而鹿晗乖巧听话又积极善进，多好呀。鹿晗性格活泼，说话幽默有趣，活泼可爱，幽默的人总会让人喜欢上的。鹿晗脾气不错，天天嘴上挂笑，笑眉笑语的，有了烦心事看鹿晗心情就好了一半。鹿晗有洁癖，爱干净，谁不喜欢爱干净的人啊。鹿晗身手敏捷，体力不错，运动细胞发达，会踢足球，能打篮球，谁不喜欢爱运动的孩子。